你的工作状态是怎样？我们现在这趟列车是在4天休4天，但是我们每次都要提前一天过去学习。学习啥？学习相关文件啊，还有最近的事情啊，都要。你是住在火车上吗？是的，然后只有到兰州西的时候可以中途下去洗个澡，休息一下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又要折返。所以你的周期是8天，休4天，坐4天。是。是吧？是。你基本上你在家的时间很少。对啊，我在家就只能待上3天，一个月就12天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湖南人。你湖南哪里？湖南衡阳。啊，衡阳，会经过你衡阳吗？对对，其实路途虽然有些人经过家，但是并不是每个列车人都有这个机会经过家门口。我知道你有幸有这样的机会。对对对。是不是在月台上也有过这样和儿子的匆匆离别？有的，他就是因为春运，我们要。字的时候，我都会哭，偷偷的哭。